在国政前联党不同的声音肯定会有的，但是最重要我们有共识的精神。他们可以发表，谁都可以发表，他要争取什么选区，他要出战。每一个国政前联党都可以要求他们要出战，但是最终决定是国政的最高机制、最高的领导。我们还是坚持这个选区是马华过去是马华出战。